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赞美主，我们又有机会一同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。哦，是的，我们主是何等的宝贵。是的，主，我们需要你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每一天都需要你。哦，主啊，这是我心里的祷告。主啊，我寻求你，求你鉴察我的心。主啊，你带领我们前面的路程。主啊，愿你与我们同在，与我们不离开我们。让我们来一起来来敬拜，来赞美我们的主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他。主，我心爱你，我渴望我在你的怀里，每天与受你的爱，医治我受伤的心灵，改变我原有的生命，引导我当走的路。今天的服事，求你
心里有感动的，就将我们的祷告来献上给我们的主，我们来赞美他。哦，是的，主啊，我们需要你，哦，我们渴慕你，我们需要你每一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哦，主啊，你牵我们的手，引导我走你的意思，你付出我们的灵，使我们的灵能够认向。哇，感谢你，哈利路亚！各位弟兄姐妹们，我们需要主耶稣，我们需要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占领他。让我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座前，用心灵诚实寻求你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何等地需要你，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。让我坦然无惧来到世人座前，用心灵诚实寻求你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何等地需要你，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。
赞美你，哦主啊，与你与我们同在，主啊，每一天我们都需要你，各位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爱我们的主，主啊，我们要向你献上，我们用心灵的诚实来敬拜你。哦，各位弟兄姐妹，有感动的就将我们的祷告来献上给我们的主，我们来赞美他。哦，各位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是配得一切的敬拜与赞美的。现在就让我们将我们敬拜赞美，我们再一次献上给我们的主神，那么神，我们要赞美哈利路亚！弟兄姐妹们，让我们来赞美主，我们赞美主。我爱你，生命的主的神，我一生我要敬拜你，我一心深深的爱你。将我们的祷告再一次来献上给我们的主，让我们来赞美他。